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坐下来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了。最近跟大家见面呢也经常是以穿搭视频的方式。今天呢因为我新买的染发膏到，想在家里给自己染个头发，顺便把欠了 N 久的如何成为平面模特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视频呢会分成三个 part， 然后我会标好时间线里，根据自己感兴趣的跳转到不同的时间去看。今天我给自己准备的是一个三谷的原生染发膏，这个是他们染发膏里面专门配的一个披肩。其实我应该是从大三到大四接触到这个行业的，因为大学的时候我对摄影很感兴趣嘛，报一些摄影课，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在经营自己的微博了，慢慢的也会有一些同城的摄影师过来找我约拍。当时拍的主要是一种互免的形式，偏日系写真的，虽然说写真跟商拍不一样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慢慢的培养了自己的一个镜头感，更加的知道自己在镜头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选的颜色呢是这个深海盐，它其实是一个蓝黑的颜色，还有两个颜色其实我也蛮想尝试一下，一个是日晒咖啡，还有一个是珊瑚橙。因为最近是夏天嘛，真的是晒的比较黑，所以我最终还是选了一个冷色调，希望它比较显白。一边染头发一边说，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是有一天在刷微博，正好是看到有一个店主在招模特，我当时真的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的，应该就是从这一次开始了我的模特生涯。因为我大学同学也会拍摄嘛，于是我们两个就是搭档打包出售，从拍摄到选景到搭配找场地，最后到选图修图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的。给小鸡这家店一拍就拍了快一整年吧，后来我又在微博上认识了另一家店的店主，然后也开始常住他们家了。记得当时大四那一年，我是通过平面模特给自己攒了10000多块钱吧，毕业以后就用自己赚的钱去台湾和泰国旅游了。我大概有7-8年没有养长头发，关注我比较久的应该知道前年我是把所有我想体验的发色全都体验了一遍，发质被糟蹋的超级粗糙，用了2年的时间来养长。现在我整头的头发都是我最近2年新长出来没有烫没有染过的头发，所以我现在真的超级珍惜我这一头头发。今天我选的这个染膏它其实也是主打一个很安全的配方，是用一个植物油去代替硅油的成分，它在染前染中和染后都会对头发进行一个护理，尽量把染膏对头发的伤害减到最小。接下来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当平面模特的感受了。大家都知道平面模特的优点，又能拍好看的照片，看起来是比较光鲜亮丽，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还能比较轻松的赚钱。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客观的去看待这个行业，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好和不好的地方。这个行业的缺点就是它真的是一个纯看脸的行业，托你张上线，你时时刻刻都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你的身材，然后你必须要保持良好的皮肤状态。这一行的容貌焦虑也特别的严重，因为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新人出来，很多商家是喜新厌旧的，他们就会转向别人，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替自己争取什么，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还有就是一些反季节拍摄吧，会非常的辛苦，因为行业毕竟总是走在季节前嘛，冬天的时候要拍夏天的衣服，夏天的时候要拍秋冬的衣服。其实平面模特是特别反矫情的行业，这其实是一个职业素养吧，所有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素养。作为平面模特的职业素养呢，就是尽力的去配合商家，达到他们最想要的效果。最后一个 part 应该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到底应该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平面模特他很看重一个行业资源，虽然说没有像明星接到好的戏一样那么夸张，但是知名度和资源对于一个模特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一开始入行是通过自己争取的，但是后面呢进入这个行业以后，通过行业朋友的介绍可能获得了更好更优质的工作机会。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想要入这一行的话呢，一是尽量有一些自己的作品，经营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你的自媒体平台就是你的个人名片，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要不断的去拓宽自己在这一方面的
人脉。我之前接过一个通告，就是在一个女歌手的 MV 里面当了几秒，出镜了几秒的一个女配角。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广告公司的女生一直有在关注我，当时觉得我比较合适，给我发了私信邀请我去拍摄的。假如说你有了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个人主页以后，其实你可以勇敢的去私信一些店铺的官方微博，不要害怕被拒绝。我大四的时候有尝试去找一些模特的中介公司去投递我的模卡，然后看是否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我的个人感受是，模特经纪公司的靠谱几率非常的低。大部分的模特公司他可能会很看重身材条件，要求更适合拍那种杂志硬照，长相偏高级的那种是比较适合去跟模特公司对接的。如果说有模特经纪公司说给你做模卡需要你支付费用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去，80%-90%的概率应该是骗钱的。现在差不多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然后我现在准备去把头发洗掉，看一下这个蓝色的效果。我之前真的没有想过可以染出来这种蓝黑色的头发，在室内看起来就是很自然的黑色。我也算比较有染发经验的嘛，大部分的蓝色染膏它基本上都是把你的头发从黄色漂到一个色度，它这个染膏就很神奇，一直都是保持一个蓝色调，不用很操心的去掌控时间，这个发色就很显白，在阳光下会显得更蓝一点。等一会儿我去室外拍一下给大家看，室内的话就是这种很低调然后又不会很过分的蓝色，而且它的染膏就真的没有留下什么很刺激的味道，所以我个人超级推荐这一款，大家可以试一下。Ring ring ring， 希望听到你说嗨。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